今天尝试着做葡萄酒，为了做葡萄酒专门买了一个玻璃罐。这价钱来了五块钱，这事儿都能成十六斤。对啊，十六斤我不能买了。不能买了，它四分之一或者三分之一。啥？它不能弄一半儿，它上面有瓶空呀。嗯，这是一缸的呢，住的里面都没了水了，空缸水。对啊，不老叫坏了，做到玻璃倒个好。嗯。咱家用个刀工就去买来着，你说就是玻璃的，是那塑料的，人说一发胶了它才有毒。我不服，咱也不知道，反正咱第一回做。咱就做了十来斤了，不都算狠？做尝试了，这不是好喝了明年的果子。这其实那自己做的好吃，还等着养人还好。嗯。它口感肯定不养人，咋长一条冰叫口感养人不养人吧，做的那么冰哈哈。喂，我才做好了。做啊，做不到家都不啥事。酒味也成了了哈，苦，酒味也成了。你长这个时候能放一千年，放一千年以后咋变化？就尤其是这都是多嘴寡言。一千年以后有没有了要不？一千年，一千年以后啊，娘活久不都娘你了？你一千年吧，有没有你了？这不是过儿闲话儿，人家都闲话儿呢。这不是哪儿的？哎，南京的房子，地盖是地盖是麻的。这先是压水泡着的，泡一个钟头咋个行？好多东西，多洗几遍，洗干净。嗯，把自己吃了。你忘了说了，等着白霜不要洗了的，这样有助于发酵了。有没有到里边发生点啥病？尝试了嘛，谁都有第一次。干净啊，狂风暴雨就要来了。暖棚里头不得那水，全部不得那水。这倒好说呢。那好说呢，来试试了，这都是一二呗。你说这就不对水吧？就是全部铺到这叶子里面。嗯。妈妈。这皮都扔了呀！这皮等关上挂里面，停十来天，等它发酵以后，可把这皮剥里的，就能好了。哦。不妨给你普及普及知识啊！你知道为什么这水果嫩的鲜？为什么只有这葡萄，就是这酒，叫这人都广为接受呢？嗯，不知道，因为这做葡萄酒好喝，是不是？嗯，主要是这方面原因嘛，主要就是说葡萄的含糖分比较高。它相对来说也比较容易发酵。后说了，小雨了，干花的人。我还没说完呢。下雨了，下雨了，下雨了。来来来，下雨了，下雨了。你这种葡萄酒在全球已经形成一种文化了。哎呀，算了，就跟侬说下多改吧，跟侬说了多少都留着，那你想我不了。有哪都给你装上花儿来的。这就已经快成了，哎。嗯。我最只好个光投资开投资的光瓶就我的花钱。那没事了，那做完酒了，那瓶子咋还能装大米啊，装米面的？买了10块钱，不是那12斤冰糖，咱就一罐的实际上是冰糖，也一罐的实际上白糖的，想弄个口感好。那肯定冰糖的好喝。我们弄个糖了。放点冰的。等等，给妈妈接个口，接口口往里面倒。这刀啊，嗯，全部倒啊。我那也倒也倒的。哎呀！你光嘛，啊？你不能光嘛。
的六空间也分享了。这个成功人了，咱们每天家家的葡萄都比较好。嗯，是一直都是这第一回。有个葡萄了，剩下几闻了没有？剩下了。哟，真生气呀！直接把这别瓶喝，嗯。雪儿不能喝酒啊，你得当时掐啥子喝的多。好了，不能骂了，病了。嗯，还有空调好看，嗯，空调好看，嗯。这哈就烫了嘞。我还不少嘞，知道了。这个日子太阳都吃。还是拜上康总快。嗯。啊，这个人是他妈的小狗。拜他呀！两瓶没放完，还赔了小狗。嗯。买的瓶买少了，能再买呀？啊，再买呀！今年试试吧，好喝了明年可多。好了，葡萄酒就做好了。过上十天半个月就可以喝了，去翻盖。